观察庄严，佛土功德成就。这一句讲的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你看看极乐世界的庄严。啊，他这个庄严怎么成就的？前面我们读过了。法藏菩萨48愿成就的啊，无比的殊胜庄严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，为什么？不是为自己享受，自己的享受在常寂光里头，没有任何形象。啊，极乐世界有形象，它没有变化。啊，所以这个法界叫一真。跟十法界不一样，十法界是虚妄的，啊，这叫一真，唯一真实，从自信所生所现。这个里头没有阿赖耶，往生的人所以待业，待业就是有阿赖耶，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它不起作用，所以时间久了自自然然就淘汰了，它不起作用了。啊，时间久的时候自然就没有了，我们讲无始无明的习气啊，自然淘汰了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？教学。阿弥陀佛每天教学不间断了啊，到那个地方去常年的是去学习啊，佛讲经说法你真听懂了，你真有悟处啊，所以永远听不厌呢。啊，真正是所谓教不倦，学不厌。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天天有悟处，即小悟就成大悟。结大悟就大彻大悟没大彻大悟之前真的是靠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啊，让你也没有断烦恼的身啊，这个待业去往生的身享受阿惟越致菩萨的待遇，这个是十方世界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一个地方有啊，所以说一往生的人皆作阿惟越致菩萨。
啊，阿惟越致菩萨是十报图里面的菩萨，十报庄严图。啊，也就是化身菩萨，啊，同学图、方便图没真化身呢，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化身菩萨同样的待遇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啊，听经接受教导的能力，都像化身菩萨一样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叫极乐？欢喜啊！没有一天你不欢喜啊，天天在进步嘛。没有一时不欢喜，所以叫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欢喜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。啊，不是得到物质上外面的享受，不是的，内在的觉悟啊，我们在此地跟极乐世界那怎么能比呢？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修行，真正的功夫就是放下了。哎，每天都放一点，每天都放一点，真欢喜啊！啊，世间人每天想得一点，每天都想多得一点，得的越多，烦恼越多。啊，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，得到的怕丢掉，那个患得患失的心啊，永远放不下。啊，所以他生活，他说苦啊，苦就这么来的啊。啊，菩萨的路上，菩萨路上是悟处啊，放下了，越放下越轻松，越放下越清净。越放下越欢喜啊！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孔子都如是说啊！诸佛菩萨都懂得，事出世间第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？教学。教快乐，学也快乐。真乐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与性德完全相应。第二句，庄严佛功德成就。第三句，庄严菩萨功德成就。你看，佛土那是学校啊，道场啊，啊，我们学习的环境啊，佛是老师，在极乐世界，老师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而且在极乐世界，你跟阿弥陀佛天天见面，世界那么大，人那么多，阿弥陀佛怎么能跟你天天见面？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应化身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你天天看到他。你在同居图里面看到的阿弥陀佛化身，
你在方便图里面看到阿弥陀佛现身，你在十报图里面看见阿弥陀佛发身。天天在一起，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。啊，不离开，又同时能清净十方一切诸佛。为什么？弥陀有应化身，你也有化身啊。啊，你也可以有无量无边的化身。啊，而这个化身它真有作用，跟真你一样，没有两样。啊，不是像变魔术变的化身啊，它不能办事。啊，佛菩萨的化身能办事，能应化到十方世界，帮助诸佛教化众生啊，他们通通能做得到啊，都有这个本事啊。啊，菩萨这就是学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求学的，啊，极乐世界就这么单纯，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老师，一个学生。没听说有过往，啊，没听说有政治组织，没有，也没有听说有士农工商，啊，各行各业，极乐世界全没有，极乐世界好像是个大学城。啊，他什么都不缺乏，什么都没有，奇怪了啊！每一个菩萨所居住的寮房啊，我讲寮房大家好懂，都是变化所作。寮房里头干干净净。一尘不染，什么家具都没有。想要什么东西，他就现前了；不想要就没有了，这多自在啊！啊，你说从我们中国去，偶然想到的时候，《大藏经》，哎，哎，《大藏经》就摆在书架上了；不想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想的时候，中国有一套好书《四库全书》，你看那四库全书就摆在那里。一切法嘛，应念而生，你想它就有了，就现前；不想它就没有了，不用收拾啊！啊，想吃。那像皇帝的这个饮食啊，啊，皇帝吃饭是100道菜，啊，你这一动念的时候，100道菜就现前了，啊，不想吃就没有了，不用厨房啊，不需要人去烹调啊。这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48愿威神成就。
啊，这个世界是真正的大自在，什么都不要操心了。老师无量寿，学生也无量寿。活动的空间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今天我们在地球上活动空间不能超越地球。实在讲，就像坐监牢狱一样啊，你没办法超越啊。啊，地球像什么？在太空当中。还不就像一个太空船一样，在空中四面没有依靠，到底往哪里走不知道，没人晓得啊，只晓得跟着太阳，但是太阳也是在走，太阳在绕银河系，银河系相比的时候一定也是在走，然后更大的一个信息我们还不知道，太渺小了。这个渺小是渺小是迷惑造成的，你要一开悟不是这样的，开悟之后啊，你只要到极乐世界，你的活动空间是变法界虚空间，啊，修到一定的程度，啊，十报图还是有等级的，41个等级，啊，到高层的能够入微尘世界，微尘里都有世界，你能够进去。啊，能够用应化身进去。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，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。啊，经上明白告诉我们，普贤菩萨能入。凡是修净土的人，都是普贤菩萨。本经第二品品题就很清楚，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，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的世界，净宗法门就是普贤菩萨的心门啊，我们在此地修修啊，每一天同学们在一起分享，都感到很快乐。那到极乐世界的路，我们无法想象了。我们这里道场不大，同学不多，到极乐世界，吼、哦！道场太大了，同学无量无边，数不清啊！啊，阿弥陀佛讲经，不要用扩音器，无需要科学设备。啊，阿弥陀佛说法，没有一个人听不清楚，没有一个人听不懂。这都是本愿为身加持。